第九部曲，慧娴本人亲自点唱，由低一路去到高，简直过山车咁样样。睇到你哋咁嘅进步，真系值得啊！过年前最后一击，有两位要喺危险区送套迎龙。呢只歌对我嚟讲系唔合格嘅，嚟得冇乜新鲜感啦，已经。嚟到而家呢一 round 咧，真系要揾个小宇宙嚟爆一爆塔俾我哋睇下。香港李仲盛堂宝济院呈现《中年好声音二》，星期日晚8:30，翡翠台。